这个是我们兔年的一个限定款、啊、兔年兔耳杯，看一下，一共有三种颜色，我们的紫色、粉色跟我们的白色、啊、这个撞色都是非常的跳啊，这个真的非常的童真。看一下我们整一个细节做工，我们拆开一个给大家看，我们的这个兔耳采用的是食品级硅胶的一个材质，宝宝怎么去咬去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、啊、看一下，这个做了一个安全卡扣，这么一扒一摁弹射的一个设计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吸管嘴也是非常 Q 弹的，食品级硅胶的一个材质。怎么装水呢？这样子一扒一提，它像个变形金刚，对，非常方便。这样一提，像我们的吸管也是非常方便拆卸出来清洗，食品级硅胶的一个材质、啊、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的。然后我们整一个杯套，对，杯套杯身都是可以拆卸的。它的容量，咱们这个容量是450毫升，450毫升的，清洗起来也是非常方便。包括我们的这个杯带，可调节的一个杯带，可以根据我们小朋友身高啊，大人的身高去调节，是非常方便的啊。可以看一下，一共有三种颜色，整体是这样子的，咱们兔年限定款。